神明护体耶。哇，你你啊！要不然等一下车子爆了，他一定要把他救回来，要不然他就他又死在里面这样。对啊。先吃沙拉。沙拉沙拉。对，兔子现在在一起打这个女的。好热闹。嗯，说这口了吧，那尿屁弄的一样。我觉得这里似曾相识啊，似曾相识，这不是打天下的地方，是吗？好像啊，好像是哎，对，往北就是打天下。所以我们一队队长是好嘞，现在应该也剩一队了，下车吧，下车吧，各位，怎么了？哎、欸，凡客，我们的无线电是几号？二频哦。哎、欸。有。嗯。反正周围都很平。我大概也只有我们这边过去而已吧。我这边前面过去就算那个，就算是可以侦查的位置。我这边再前进一点而已吧。好啊，那就有你的计划吧。不用挖了，我们先所有人先上装甲，先由装甲带领到可以进攻的点。先。看起来就是这边。他肚子里面没有什么侦察转化的。七面感觉可以。什么？我们要侦什么侦查手段吗？我们要直接打进去。你们不是说看不到吗？要看不到啊！你们装甲有什么建议吗？既然看不到，我们就杀进去啊！上，他现在就找出入点啊，从北边或西边，西边有那个加油站，可以到山上。可是我们要找的是一辆，它里面好像有，里面要全部出去的。对啊，但我们还是要去看。还是有什么地方看的、啊？西哎、欸，那个基北那个二期嘞，二期太近了。二期那边感觉也被树林遮着。二期都树了，对啊。我们好像不进去就真的看不到了。那就沿着主干上去了。好啊，要从西边还是北边？西边。好。然后从西边。从那个加油站那边进去，然后加油站开始步兵下车。OK， 如果我们没接底的话，那如果提早接底，步兵就提早下车这样。我们就从西边进去，然后应该可以往港口走，沿路看能不能找到车。看你好，吉普。可以哦，车上你们就帮我们到那个城镇边缘，帮我们再找路。好呀，上吧。不知道在车顶能不能打进去啊？车顶打到什么？不知道能不能在车顶打进去。哦，
好像不行，我记得是不行。这样我会从城镇的西边进入城镇，然后我们先在那附近先抢下一个比较地势比较高的建筑物，然后再做观察。东方有烟雾哎。对啊，这边都宿舍的。你会想象好像很多房客。那边有侦查手段吗？没有哎、欸，我带里面的人都抓到头破血。哎，等我们要进城镇之后再解决。我没事就好了。那等下我们进城镇，然后城镇到时候在加油站附近最高建筑，我们先把它抢下来，先取得一个观测点，因为这附近树太多，我们小心到顶。这个城镇我们看不到。等下装加油站，我们到城镇点，我们到时候再下车，然后先抢下来。我到时候再看建筑物的高度，然后我再决定要先抢哪一栋。然后等一下，一样是红土先带，先往里面先进出去，然后蓝土跟在红土后面，直接杀进加油站，加爆炸掉了，哎呦，受伤了，安内被取消，干的，还好就叫一下，没什么伤，没有，我的加油受伤，好，我就赶快下车吧，赶快下车，好，不必赶快下车，先到前面的围墙。哎，来得及了吗？来得及了。那这次的任务是很简单，所有的人可以能猜吗？可以。我要加哪一队？我是 boy， 看哪个兵。一边去，负责掩护医疗队，然后就是掩体有他的太阳。他回不了你，他倒地了。碰到太阳。对啊，没关系，他就医疗兵。啊对，我不懂。叫医疗兵。对，如果说车子很靠近的话，就交给我们的装甲兵。我去找一下，左叉。我倒了，我是 boy。掩体可能有敌方的绕地雷。死了。没，左叉，我是。好，等我一下，等我。我已经止好血了。装甲，我们在城中，我需要载具整理，你去帮我追一下。哦，你千万不要突然断线。我在门，可以动，可以啊。飞火线啊，可以打。前方有载具哦，前方有载具，我听到载具声音。等我跟装甲抢过，等一下装甲帮我。OK。那我觉得我们应该先离开。前方有人打。快倒地。等放，注意一下，在我们的西南面有，现在也开始有人影出现。目前这边加油站好像被包围了。有些人帮忙清线，看 medic， 帮忙清线。刚刚说那个还有另外一个倒地倒在哪？我 boy， 不是你，他另外一个。我跟他讲了，他现在是倒的，在前面，我不知道在哪里。我让我们就是我们 B 的隔壁啊。看不到，好，对，是挂了，他不是，是不是刚刚挂了？可以做一下 cover， 我自爆好了。那个隔山不用找，那个石伟正往。左上可能要帮我看一下。好，我也不用说，我受伤了。还有人懂吗？华石伟。回来了。
Бросай гранату! Бросай гранату! Окей.注意我们不要不要我们发现隔壁墙有机了翻过去就直接中弹因为我刚刚碰墙壁对所以我才这样比较烦过墙这样过墙这样还放敌人呢，然后我背后面，哇，太危险了！在上雷。OK， 雷我在你后面，受伤了。哎呦！脚，脚倒了。我往前推哦。走他。右。右边有一个枪是巨头力。对。OK， 我往左边看到前方的火球上的剧本那个墙内目前是安全的走了帮我带红组然后向前方出勤要攻到哪一个点反小你帮我找一个不错的制高建筑物能够做给整个城镇做观察用的建筑物这附近哦对帮我找一个比较制高点的建筑物然后抢下它到时候我们就可以边侦查然后边进站然后等到确定你那位置安全之后我再把蓝组人塞过去我觉得这附近比较难哦因为那个通常制高最高建筑都无法进来雷你可以跟上我啊我尽量我目前会先推到东侧那个最长的建筑好的就有你先推然后到时候我会跟上就是当我就是说会有一个小队准备我们推进就往转型的地方红组那个先跟往南方移动跟上我有收到吗红柱往南方移动无线电测试有收到吗有他是问红柱的OK， 啊，蓝组这边听到，等一下红组会想办法尝试站下 M1 的，等他们抢下之后，我们蓝组会跟上去。我问一下，主要目标是什么？一辆那个。就是要装甲运载具给看起来像是载货，或者是通到 N1 的那个可以看得到我们东北侧的 T 字形路口的那栋房子，带两个人过去，带着我看一下啊，你带法兰克跟史维，推。你回是从哪边走过去？我们现在在 N1 点这一排建筑，对，我们不会做主动肃清，你说找到车辆就即可，对不对？对，找到车辆就即可，不用全部肃清。收。等下拦阻所有人往南面的围墙这边靠近啊等一下我们就是从南面围墙这一栋然后站到另外这一栋吗对这一栋然后那个凡克跟史东这一栋史威你跟着我哇 MP5 哎走吧走吧那边还顺利吗？我们正在前万点跟敌军交战。
我们现在能看得到，收到。我们现在看得到 N2。小心点。铁蓝组，我们从那个杂货店旁边翻墙出去。小兔子，你左边。有军，有军，有军。有，我们抢下，先抢下一万点，帮我们的红组做那个掩护。罗云。Oh my god！那个兔子，帮我上二楼。OK， 我在二楼，我顾楼梯。然后帮我看一下 N2。我们在哪一个 ？N2 的精确位置，然后两栋。好，架好了，架好了。OK， 现在看到旁边白色的，应该就是你不让进去的建筑。我是兵饭碗能做。先进出蓝色这一栋。我要偶尔看一下就好。阿鲁莱，你先帮我进去看是不是有人在里面，因为我不确定有没有事。然后阿Q先生。跟过去了，楼顶，做抢下二楼，因为一楼没什么烟，这样才会抢。二楼，二楼，在5、6方位那个第一个街区入口都是敌人，有对有敌人，很酷的那个。是你要去不要看吗？我收到，你说。我已经标记我们的位置了，然后询问下一步。哪里有很多敌人啊 ？M2N， 哦，太高了吧！你有办法利用这边在追的黄色？哦，漂亮漂亮！然后先移动到五号点看看。收到。那些黄色建筑做掩体，然后想办法把这些丢。你要等一下，我想。你要我直接穿过那个街区，然后移动到问号点？确定。走。我标记 N3， 我们从东南侧东侧进攻。Contact South East。可以。那蓝组会过来接手 N1 的位置吗？我侦查一下。不对，我们就是你们邻居啊。收到，收到，收到。好，可以收一只。到处都是洞，你选一个，唯一一个玻璃的射进来是吧 ？OK， 没事，我们要尝试想办法移动到 N3。N3 哦 ，EP 八七，哎，直接穿过去，注意火线，那个雷注意火线吗？庄家，你今天尝试帮我们掩护。我快打开用铁 ，EO 在。You on the front？ 那敌人吗？对。OK。OK， 进入黄色。我先请装甲尽量远，满就是。收到，我们会直接进入街区，所以可能请装甲直接停下来。进入，进入。没有要出去，穿过去，注意伤口。等一下，我把标记放下来，稍等一下。You see me？ 你思维在干嘛？二十速心吗？二十速心吗？他对窗户有 PD。他曾经被玻璃割到。放心，这个影片没有玻璃受伤，没有玻璃割伤。我忘记是哪一个 LNG 的。这边。OK， 兔子帮我移动到那个东方那栋蓝色建筑。过了。OK。Close。始终上位。看不到。对，这女仆回报，我们在东方的大楼区遭到敌军机枪压制。不用不用不用，那个兔子有办法帮我标记火力来源吗？好，我尝试看看。正东方的顶楼，我们这边被树挡住了。这通知通报一下。
没看到东西。那我们这边可能需要装甲机耶。男主，你们还可以吗？如果脱队的话，到一级。我们交替了两个 fire 点，然后需要 B G R 支援。哎，怎么了？你们先进入最近的那间组。收到，我们现在组。都准备。那边还有谁在谁？后厨房，那个庄长帮我们把敌方给清除掉。那个使用橘色烟雾标记有 IED 的入口，重复有些单位听看到有橘色烟雾的 I 那入口不要靠近。进建筑物。收到，不要进橘色烟雾哈。橘色烟雾标记的入口有 IED。我已经转达了。我看到敌人，有，我有看到，清掉了 ，nice， 哦，哪里？后面，那个 SW 方向 ，SW 方向发现敌人步兵，在那个街头底部，都应急的就直接，到蓝球。红组帮我到 N 3点的角落汇合。如果你每抢下一栋建筑的时候，帮我做一下。我们大略的。中央走过去都没看到半个车椅的话，我们现在只能大胆推测车子可能是在码头，对，就是到时候看的话，在码头的位置抢到一个良好视野的位置。先让我想办法先经过问号点 ，OK 吗？我再回来先看一下是否要往码头的方向经过。OK 好，那你自己小心。知道那个红柱。东跟史维可以跟紧我吗？然后那个韩哥，你帮我先跟兔子先跟在墙边，跟在 B 加旁边。史维跟史东有收到吗？往前三点跟我回头。史维史东，你们有带无线电吗？这把队友收到，我在 B 加旁边，然后史维跟史东不知道他们哪边。好了 ，over。是如果东北方向敌人夹车，我们就有去 B B T L 去处理。他们的炮头倒地，暂时没有需要。方便。你不倒地，你不倒地。没有，我还活着，我还活着。雷是雷倒地。标记 A B C A B C， 总川有收到吗？有的，标记 A B C 的位置，你们先处理。我们需要反坦。那个，我们的双人炮手他倒地，这把就让吗？稳住雷。说我们这边还很多伤兵，先把他紧急处理。先尝试看能不能先稳定，然后就先不拉起来，然后先把那个我们的装甲至少有作战能力先把它弄好。兔子，看来只剩下我们了。我们先想办法推到问号点，查看那个是否有主要目标。那雷麻烦你在，雷麻烦你帮我们监控东北方道路。先帮我稳定其他人伤势，然后先摆放到安全位置。等我。我的 six。OK。我要帮他解
点减轻一点负担。开门喽。OK。N six。AT 手如果有办法先作战的话 ，Break out 大概准备一下。OK。装甲目前没有作战能力。他看起来应该瘫痪了。我看左，你看右。装甲刚才瘫痪了，到时候没有反应。敌方，这个敌方装甲有点。哎，雷修啊，雷修啊！被攻击，被攻击。好，那你就再继续。这敌方的，我问装甲位，我不要叫你，你有烟雾吗 ？OK OK， 有哦，我不知道。这一次，我看到了。这一次红警队长回报有收到吗？这一次包围群下有人收到我说话吗？呼叫 Chip。有收到，收到，收到。这边已经抵达问号点，问号点是净空的。什么东西都没有。不过你看那个地图上标记最东南方的 fire 点，那边有两挺重机枪在顶楼，需要 APC 的支援，直接朝他们的火力点轰掉。收到，等他们的炮手已经救回之后再去。要红是肚子饿了。这一只红主要回归了。收到，那个兔子撤。OK。我错了，错了，错了。这边呢 ？OK。靠背。不需要了。有军，那个建筑物吗？他顶楼有人在打我们呢、欸，丢火箭，不好意思。所有人先就地进行掩护和反击，因为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情报的位置在哪。凡客，你能修主炮吗？还是主炮没事？没 try。加上受伤的人员有点惨痛，所以先不要轻举妄动。换车没事啊。OK， 好，那边。这一次红组我请求 BTR 朝那个 fire 点的顶楼做，直接用主炮做压制射击。我已经请求，但是他们的炮头倒地，现在医疗兵还在救我，要等一下。这也是 boy， 我打一发 OG 7到顶楼怎么样？ Fire 点顶楼。反正里面是没有什么任何有机单位，如果你有把握的话，你就过。收到。有看到左川吗？这也是 boy 收到，打 OG 7哦。Okay。支援炮的情况。有两个 fire， 到底哪个 fire 点？两个都是的意思吧 ？OK，、不好意思，我删掉一个了。主要建筑。进攻！进攻！进攻！进攻 ！Unlock bot。OK， 有中吗？这一次红军女仆我要倒地了。左枪，我到 BTR 那边找你哈。他在 BTR 这边，去。等一下，我快来不及了。你要倒地了？他倒地了，他直接在那边躺在他旁边。打亮，我帮你包走。打到了。左川他需要支援，他需要支援。OK， 左川你，我可以帮你的脖子绑止血带，感谢。好，别脂肪止血带，知道了。我现在听到希望可以帮你绑来，然后已经吃完。这样不能 CPR， 好像。对，你现在能看那个简单医疗。你现在能看脉搏跟那个血压吗？不行啊，好像听狗老师说被改成简单医疗了。OK， 现在可以啊。对啊，上一场也是啊。对啊，不要动一下。不要，不要动，拿一下。吗啡那些会变减轻疼痛，就是骨爪的。我们不清楚啦，因为我们没有简单治疗。骨爪的话，就是疼痛，因为没有这样子。那个也没有失血，然后擦肾上腺素的就会醒。你倒的话，那我倒的话，擦吗啡也会起来。对啊。让他疼痛，让他减轻疼痛，他就起来。那然后你现在有办法打血包吗？啊。有办法打血包？可以啊，我现在在帮他缝合了，我帮你打了血包。啊，你要帮我打一包血包，感谢。对啊，我打一包血包，感谢。中挂。不要挡啦！哦哟，天哪！排队。派你来当助手，不是来叫你来挡我的，一直挡。动很久以前就说要传了，就原来没有人理他。抱歉。我以为他已经被传过来了。下次你没有发现被传你。真对，乖，不会啦 ，sorry， 他回来了，不好意思，我刚刚，史威跟石洞你们回来了哈，我目前我求生然后被抢走已经救回来了，所以应该把对他们的警察，我只要载具声音，那个剧本问号点那边都是清空的。
江格，江格，这里是蓝组，我们在东南方有听到载具的声音。喂，我这边确认到一辆没有主炮、没有炮手的 M113移动中，会从那个四轮甲车的后面靠近。四轮甲车那边怎么样？我从那边远离阿 Q 的这个炮尾哦。他跟谁说开火？你们说刚刚在哪一个方位？哦，我们那个东南方。SW 方向还有车。啊，四位你死了、啊。我要复活了。复活的。没有，我刚刚被你救起来了。哦。炮手解决。不，你看一下码头，你刚掉那个 fire 点视野会如何？如果我们抢不下的话。那边视野良好啊，原版建筑的办公大楼。OK， 好，那尽量试试看有没有办法抢下那栋建筑。哎、欸，对啊，了解。那我会从这栋房子后面。没有，我会从东南侧靠近，只是那边的顶楼有两挺.50重机枪，还没处理掉吗？我不清楚啊，我刚只看到 BTR 开火，但我不知道。我帮你问一下、哦。如果 BTR 如果能开到 APC敌军 APC 的那个位置，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他。那我先带红组过去喽。先等一下哦，先跟你讲一下，目前等装甲已经打算过去要进行肃清。啊，等他们肃清的差不多之后，你再过去抢那东西。还是我跟在那个 BTR 后面。可以，但是不要开心，因为目前红组跟我来。红组跟上 ，Stone、小维、兔子、弗兰克。你要等我们装甲入侵你家族之后，你再。所有人注意一下，我发热点还在持续朝你们攻击 ，Over。对对对对。红组，走在东北侧的人行道，封东北侧的人。我们的东北方不要到对接。哎，往东北方移动，跟着我，跟紧我。这边，跟紧我。哎，这边。你不在啊？对。你趴着当然看不到啊。我以为你是你读。不要过去。OK。OK， 那个，我会做掩护射击，然后我需要两个人到对面 ，OK 吗？有，我最会了，来。三二一。我怎么叫他走？我完全走错。我叫他之后叫到对面，我没叫他到往前。思维，你完全走错了。对面不是往前啊，思维。啊，不是往前吗？不是，我说对面，是指我东北方的对面，你往东方走。我动作凌厉攻头型的对面、欸。好吧，那个史维往那边一楼进攻，顶楼。是 GG 的吗？继续啊，换什么弹？继续啊。魔镜地啊啦。那是你有问题啊，快点。不动，我没子弹了。继续，那个史维继续。这边也差不多了。最终速抵达快点大楼。这边没人，房子这边没人。OK， 守卫第一个。先装甲会跟着你们一起。进去。我刚赢。你不玩游戏？我刚看到那个对面有三个敌人。右边。开火，蹲下。守卫。先抢进火线。OK， 换人。OK， 反射向前。听我。动中弹。回中弹。OK， 肃清一楼。各位倒地。他接你哦。这支红组在肃清一楼。你直接送他三发。短弹没错。现在在你的建筑外。原来是友军是 RPG 吗？好，多走，先把多走。原来手榴弹，看到没有？友军的，刚有人打一个 RPG。
我们在发二点的一楼。对、欸，我们现在蓝图也要进驻了。哎，帮、欸、我再帮我暂时停止，稍微一楼下建筑做爆裂性。啊，没事了，是为爆头而已。好，对，爆头而已，爆头而已。问号。没有，表兵在讲东西，现在要出去。他其余还可以作战的，继续作战，太近，该动建筑的出现。投低一点，投低一点，后方有了。OK。OK。军装甲会在我们建筑物的南面，所以我们先尽量注意我们的北方跟其他方位。尽量往北方。我们需要一个视野，能知道我们目标到底在哪里。掩护你们现在是在顶楼那边吗？确认，开。安全。好、哦，这还是楼上了。哎、欸。我没有闪光弹，我没有闪光弹这种东西。我也没。我有闪光，不用，我直接看，我直接看，哦，不妙，上面有人，上面有人，白人，白人，我建议不要说人集中在这边，不要说人集中在这边，那个，我先出去，鲁拉先交给你们，闪光，不是，哎，班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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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 ，OK， 没事，还好，可以，可以，等一下，等一下，五个人挤那个出口，我们就死定了，有没有？被炸伤了一些。红组帮我往东方做警戒，东方，东方。我拿机枪。掉什么弹？看我拿枪。范围太大了吧？东方。不要急步，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射击那个屋顶。敌人的屋顶火力太强。对。我现在还有大概一只 fire team 还活着。一只 fire team。一只 fire team 那我们用叠罗汉的方式、欸，要不然我们没有办法站。站不啦，我们用叠罗汉的方式，你能丢出去吗？算了，觉得我要亡命冲一波吗？让一个很有趣的，我冲，我决定要冲一波，我也冲，我冲掉。稍微，看来不太妙。上面人还活着吗？上面人还活着吗？并且还注意安全啊！不妙，医疗兵。医疗兵，你要随时来到龙屋顶哦。我们直接丢手弹上去。啊 ，fresh band，fresh band， 我丢 fresh band。fresh， 来，让我先上去。fresh， 还有。好 ，go。stomp 住毛玉。上面人全部阵亡，四个人阵亡。不是啊，在楼顶。他们是在楼顶。还是抢不下去。不要敌人。还有敌人吗？我直接 flag 了，我直接 flag 了。我 flag 了 flag 了。太有趣了吧，主播？听出了吗？没有，靠背了。我跟 Stone 上去堆尸的。我刚鲁拉第一波失败了。嗯。What the fuck just happened？ 稍等我一下，我补一下弹药。TB。但真的是用堆尸上去了，我只有那个手榴弹的。可恶！我发现你们丢错方向，应该要丢另外一侧。啊！刚刚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就我上不去，对不对？上去之后就被打，因为三个人在看着那个楼梯口。可是我们已经掉了快三发闪光弹上去了，然后我还听到他是。正运的那种，你们丢的是 S1 的还是 IHS 的？
IGS 的死塞啊，应该没有击中让他们进入动画，这蛮可惜。可是问题就是屋顶我们又怎么丢啊？靠腰哦，就那个角度还蛮刁钻的。没错，我本来想说用叠罗汉的方式上去看他们调角度干他。啊，其实有一种传送方式，那个 NCC 的 ALT 加 T 可以传到小队长那边。啊，我们没办法传，不然那五点就不出军了。不出军。现在我们需要。基本我们回来了，在车子旁边待命中。哦，仓库超多人，我要回去楼上屠杀他们了。基本有收到吗？三十步，无线电频道测试有收到，我有收到。我在南边，正南边，你不会在正南那边冒烟的地方？哎、欸，我看到车子，我看到车子。阿里报标的地图上。那你要回去捡骨啊？很多吗？我先看，你帮我看一下南边那个。我没听到你的那个无线电的地图。我上不去、欸。OK， 那不是，对，上不去，不太妙。下来后能上不去了。哦，你现在这怎样？你看他，他坐不下来。你要重生，你要重生。你不要动，不要动。透过修复 bug， 不用打我，不用打我。游戏设定。没有说你不要动，你不要动。我说你不要动，我可以截图了。靠背不行，它会自动滑动啊。我觉得可能要打伤我再重生，觉得会不会？好。我打上你吧，那个不要动是女王。啊，雷将你没有用，你要先一个人过去吗？到哪里是？等一下，看你啊，不来，行。这什么动作、啊？那边视野如何？如果你那边有办法进行掩护的话，亚奈，别的女仆要这边就交给我。现在我不在，我看我能不能上。好的，我看我能不能上车，看能不能自己注意安全，因为我们只有一个医疗兵要往前带走。我上梯子之后就卡在这个动作了。OK， 我带走，带头。先上车。OK， 可以了，正常。那、啊、个女仆，你先包一下自己。哇，女仆胸口的大洞。不好意思，因为我刚刚为了解决 bug， 所以他说那还有一个人，他不在吗？思维，他要上来吗？又是谁啊？思维啦。你他妈思维要多久的 ？OK， 我被那打的，我也不知道那打的。你要问思维、啊？好了，那边有敌人。好的，欢迎回来。对，踩到 IED 了，对不对？踩到 IED 了吗？鲁拉，你怎么看？对对，就是踩到 IED 了嘛，对不对？但是吧，我刚没，我刚在滑手机。我在思考我那个方向有没有放 IED， 然后思考我的瞬间我就不见了。嗯，代表你有放、啊。我在想，我那个方向有没有放 IED？ 少年衣服比较特别。ダメだね、ダメよ、ダメなのよ。干准呢、欸，不值得信。很原本一个帅气的图图，那种帅气的爆炸。出去就只是送头而已。来的轰轰烈烈，走的也要轰轰烈烈啊。变第一次车臣战争啦、啊！对啊，都是你啦！你开枪了，吸引了 IED 的注意。真的是好他开他小干。我帮你们。没有，我觉得刚刚那个蛮帅的，那个图是我们人在车上开枪，噗噗噗，杀你！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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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没有了。OK， 没枪声。我还担心那个办公楼会不会有 RPG 射出来。那
但其实那个 IED 在尖叫，叫我们不要靠近他，可是枪声盖过去。敌人在自己的车库旁边埋一个 IED 是想干嘛？我的天啊！那那边是我埋那个 IED 最多的地方。没有，那个是假车道，他们自己知道，我会去开那边的。啊，还有 IED 进入警戒状态。然后我们踩到那个 IED， 那台车应该也没人。对了。哎、欸，各位各位，我说目标那台车，我们又回到一个小时前的地方了。我们这一小时等于没有进展，你知道吗？巡逻没有啊，就是我们才到地雷被传送回一个小时前啊。对对对，应该是那是时空时空传送通道、啊。所以是那个 key 那个车离 ID 还有能力是吗？那个车 ID 那个车还没爆。OK， 好，目标车还没爆。看摸起来还没爆。第三的爆弹，爆炸的。要再上一次吗？哦，我回到这里 ，OK， 好，这上个这是平行时空线是不是，平行的世界线。好吧，我们还可以演示一次最帅的进攻。忘记拿戴耳塞了，会不会有？不会没。好，春江队吗？对啊，应该没有错，只有这一套而已。嘿嘿嘿，如果你这样穿还不对，那有偷拐嫌。太好了，我也要。哎，刚刚谁说他没有耳塞的？走了，进去喽。哎、欸，有。啊！帮主女仆，你那边如果说都准备好，太恶心了吧？带前往去出勤。不行啊！不行啊！再改不行，因为既然已经踩到一个。踩到一个就表示说应该还有好几个。红主下车，凡客在前，然后史维跟在凡客后面。我们要前往那个南方目标卡尔目标区。我们走过去不行，打没不行，打没。蓝主在翻地图系统先帮忙警戒就好。OK， 走了。莫威，凡客帮我。全部活的人就累。超级有人在动啊！跟正，死灰带头。那个凡客的射击距离有点短。哎、欸，小看我！凡客射击距离有点。兔子有跟上哦。我在你后面。OK。我放一点东西，等一下。放一点东西给。走向刚刚爆炸的地方。这是我们发动白沙后面后继不协同，所以有没有地雷或 IED 就交给你们。好，女仆要爆炸了，有似曾相识的感觉。都好痛啊！单独没跟上。来，那个红组跟紧，然后那个凡客，你有带炸药吗？有，有没有 IED？ OK。有看到目标车辆在最南边的海口。IED 不要靠近，不要靠近 IED。等一下，暂停。那个，我们发现 IED 了，要交给海雷小尖兵。你不仓库要解决吗？还是？等一下，如果你看到有什么很麻烦的情况，开始要直接发信号给我们讲一下。那个凡客先不要动。哎，凡客，我丢个烟雾弹给你，要不要？你最好不要。不要。OK， 凡客拆。对，蓝组，我们在货柜这边做掩体，然后向石头进行警戒。石洞来我的位置，往北方看，往北方移动。帮我看背面，兔子，帮我看背面。OK。然后那个石洞，帮我看那个消防局的二楼。好，拆除完成。OK，IED 拆除完成。移动到东北区，西南，三掩护。S 方向还有一颗。S 方向还有一颗，收到。在仓库角落那里。我也想要不要直接右爆？我觉得右爆比较好一点。决定。好。我右爆。稍等一下。交给你，我要先躲掩体后面。好，我右爆了。三掩护，黄色三掩护。这里可以右爆。太远了。在哪里啊？欸、你不进化，你不进化。好，谢谢。来，不用了。哦，too close，too close，没事。
无法用炮，是不是要口气大一点？要兵要兵要！兔子向右推，推到小黄旗。石洞跟史维跟着兔子，苏青青西南方，我们朝 IED 靠近。凡哥来我位置，往西南方。不止你脚下那个，帮我body check一下。啊，我看一下。那个帮我请撞的单位不要移动。凡哥跟我来。哦，对对。友军，友军，友军，友军。出来喽。OK， 凡哥去拆。好，收到。场地周围的垃圾堆积，不要靠近。等一下，等一下，我先把红色门关起来。不管是室内还是室外，只要是……靠背，我在想说那是自敌自友，吓死我了。Bridge, bridge, clear。兔子帮我守住东南。OK。OK， 那个凡哥去拆那个 IED， 你四周我们已经警戒好了。石洞帮我看一下正南方，那个注意那个我们 S 方向道路那个后面还有更多 ID。我们是不是特殊？我看到他们进房子，他们进房子，他们进房子。石洞掩护那个有。你问你听到吗？再说一次。说。而且我的频道一直在一边。那个我跟思维在房子的右方。收到，你先跟我汇合，我让你们到东南方那个 BTR 长海旁边做掩护。東南方跟你们配合吗？没有，兔子你不要转，没转。OK OK。那个紫薇跟 Stone 移动到东南方 BTR 长海。哪个回报 BTR 长海？长海旁边总共还有 IED。还有 IED 耶！我在你，还有 IED。我在你这边。这他妈的太 overkill 了。OK， 那个紫薇到 BTR 长海那边。没有 IED 耶。对啊，我要你们先掩护凡客去拆 ID， 我当然要到你们到叫你们到这边去了。但是我们先到我们这区域的南面位置，至少可以掩护一下。女仆倒地，女仆倒地，拉他，把他拉回去。快点，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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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掩护。穿女仆岛了，你到 ID 后面救他。对，我他也在穿我。石洞，你把他拉到 BTR。那同时锁在频道上的这个附近很多地哎，很多 ID。石洞，你要把他拉向 BTR。等等等等，向我们的 BTR。爸用右爆发给我。啊，算了，我直接在地上医疗好了。我也我把放海就死掉。对，自动可以进去。拦住，我们先抢下这栋建筑。跑过去是谁？跑过去是谁？首先把这栋建筑进出进出去，然后红土继续进行你的拆弹作业。各位注意，所有人单位这个办公大楼里面还有敌人，我投资锁了。闪光灯，先不要开门，先不要开，先不要开门。我知道闪光灯预备。石洞过来。好。你在我前面，你都在我后面嗨喽。站在我后面。好。石洞，你站在我后面那个。我就帮凡哥解决。都不要这东西。不要丢东西哦！不要丢东西。放下我，放下我。好，可以。Where？ 可以关门了。那个总总装，你可以把他拉进去里面救。好。打完这一包血吧。那边有人探枪过来。对啊。真的，不要理他啦。我们先救女仆。那个谁？石洞，你到前面去掩护，然后那个波影在这边掩护。OK。凡客好了吗？那好像射不进去。回报，这个兔子好像倒地了。收到。啊，就医疗兵有办法过去治疗吗？没事，我好了，我好了。兔子，我们还在，你还在吗？我在。不倒了，总算救他，我们在很后面。好。
我先跟着凡客，我去救凡客，我去掩护凡客。他说。去那边卡着就好。等一下 ，stop！ 不行啊，他会射到我。他会射到你哦。对，他射得到。哎，思维，他稳定了，我可以背他走。好，那我们继续往前走吧。凡哥，你前面的那个属性是怎么样？地雷。天啊嘞！本来我们这栋有几楼？对啊，可以通到十万。过于明显引起布色。嗯。靠腰没有。没有哦。哎，你们两个去掩护。去掩护那个兔子检查那台机器。我里面的状况还可以吗？男主会想办法闯入过去。这男主，我们到一楼就准备了。这一次女仆，我选来了。来一点。有小帮助。看你在拿那个棒子，棒，我拿棒子是。哦，打得死人吗？这打不死人。抱歉。刚还有一颗。KIA。还有一颗是不是？我记得刚才看到一颗，但是不知道哪里。对了。所有人注意脚下，重复一次，所有人注意脚下。这货柜怎么叠的、啊？这。那他应该下面都被炸掉了，所以。帮我画一个，就回到基地的路线。到时候就是你的装甲带。东面在过去那一间没有进攻，只是那一间在盖墙、在穿墙。师傅，又开始不稳定了。在巨山西方靠近 ，PTR 注意一下。这是座位，我看得到，请求大击。哎呀，接近大击。113，113。那确定113了。油加好了，油加好了。Deploy 报告一个车队哦。收到。车队。你所能防止你打击的。等。地狱车。Reloading。OK， 卡宾。小心你，小心你头上。我帮你按住目标的车子。
到手机。抓这辆车。OK， 转进去 ，turn to back。女仆，你带？大夫人，哦，不用。哎，请说，怎么了？你们红组两位负责开我们的目标车子，其余的士兵就直接上我们的装甲车。收到那个兔子死为更正，兔子凡客，帮我上那个。九号战车。我们的目标车收到。收到，收到。上班长。他是可以坐三个人的。哦，不行，只能坐两个。红组剩余人员上 BTR。在那个目标车地。有关车要带走吗？你们的装甲车、油料够吗？那个凡客，哎、欸，我绝对不走道路了。凡客，好的吗？哎、欸，走走走，帮我们在油罐车下面把油加满。不要加到目标。好，我要看你的装甲。等一下，我们装甲车会靠近到我们的位置。你说 IED 还是炸药？炸那个装甲车。IED， 我要搬。没关系，等一下，不用搬了，不用搬了，那你就装炸药好了。然后保持严守。目标不必单位，我们现在南面有我们的装甲，准备上车。OK， 红土那个装甲。油车不用上吧？好啊，不用。好，上车上车。所以不必单位直接上装甲车。我们要不要直接从北边出去啊？我不想走主要道路了。要。目前来讲，我们推测我们已经开除过的道路是安全，所以我们会以原道路方式进客。那凡客已经跟上 BTR 了。那我先到道路口等你们。等一下油装甲坐什么车？而且我现在在 fire 点。还能装甲？要试试。凡客在干嘛？走了，凡客。凡客在。他在没有带。还在啊。我最喜欢琉璃五给人家，所以那是我叫他帮我的。他思维了。凡客，快走！对，分手客满。思维你在吗？啊，凡客走喽。上面还有位置。没有，客满的。啊，真的假的吗？对啊，客满的、啊。上面还有位置、啊，车上还有位置。可以了。可以了。再开一次。你不怕思维？我就不知道。思维好像被打死之后，他有点回来。好吧，哥，拜拜，我帮你送。啊，你们那台卡车跑去哪？它在道路上。我在快一点，跟空回合吗？还是从哪里走 ？OK， 那个凡客，帮我把礼物留给他们吧。OK， 你在快一点，你等。我们的那个目标车辆现在蓝色快一点。OK。我们装甲带头啊，然后目标跟着我们。没有，本来我很想叫助理带头，还是揍死，应该没敢打他。鼻天他伸出来那一根是什么？哪一根？对啊，哪一根？我刚刚看他车子后面有两根突然伸起来又出来。左上的脚啦。是吗？还是牛角？左上的脚。我等一下把影片回播给你们看，我不知道那是，不是，我确定不是左上的脚。一个赛过来，有喷漆这个赛过，对。我那也要三个赛车，放着就翻，中过去，放着就翻了，还真的。啊，因为他上面的人跳下来就把它撞翻了。Contact。Contact！ 前方敌人照样。要下车吗？不用。哦，有呀，我们的正前还有一间。前面左边还有。现在差不多就可以走。有呀，我们正前还有一些。正前，看到，前面也看到有一些。啊，都是你还可以边开车边放歌。你还有看到吗？对，没有。OK。还有，等一下，两三只在
上来打。啊，我这边开步过去让步兵打吧。嗯。哎、哦！不要进，不要进，不要进！我接站，我接站，那个加油站后面。OK， 最近拿高炮弹打加油站，少注意了。他玩炸掉，反正不是我们加油站。哎呀，搞鬼！哎呦，干谁那么准？他还找我？我是怕打一打，我们车上变塔给。不准！哎，你好，靠背，看直接打一枪，他地上弹起来。我靠，他死啊！我就用散弹枪进去喷他一枪。讲的让吧。所以不要坐在前面。坐在前面可以开枪吗？当哎、欸，当我们是当你们那个正面的反应是中奖。不用，他会叫。你妈只会挡我的同桌而已。他会叫，被打到会叫，反应是中奖。很有反应，有反应的这样子，有反应的。哦，康泰，康泰，对，包子，道路上。哦，真的有一间。好、啊，我们塞嘎布一起打。高爆啊！啊，没事，我们还有很多1.45，剩一批年，哎呀，还没有塞嘎哎，我们有762了，今天就够了。我们车上啊，车顶有4个5.45，啊，3个5.45，一个塞嘎。我不相信他们。46方向还有一个，我们可以刚好过来，然后丢他们一颗手榴弹这样。哎，我怎么看到有跳车？哎呦，有跳车，有跳车，有跳车！等一下，不巧，右手边帅哥，哎，113，那有个洗地，我看到东边连后面，不小心打到快车，东边有一个113，113右手边，100，就接一头，快接一头，接一头。他不知道我们到了，瘫痪了。他刚刚想要用亚空，他刚刚想要用那个亚空间药签系统，不过我没攻击，还失败了。可是他在药签走之前就被命中了，在瘫痪了一下。感谢了一下，所以他卡在次元之缝里面，是不是？对，他卡在次元，他卡在那个空间缝隙里面。哦，那不会造成空间撕裂或者是那个吗？所以等于现在进入的是死掉的状态，还是活的状态，或者是同时存在？我发现，如果在追杀的过程中上这个坡，就会死。What the fuck？ 终于开上来。嗯。四连直播，一路顺风。四连直播，现在什么前面都加四连。就跟卖生存游戏一样，全部都加弹珠。对枪对到一半卡弹，四连之枪。四练之枪，对啊，玩到一半烧死，四练之枪，四练之招，我没记啊，四练之招，啊，你完全没记啊、哦，没有了，帮 BG 啊，帮 BG 啊叫吃刀啊，这样子对啊，想安抚和国军一点知道，国军那边怎么样？要修啊，那个是敌人还是队友？他把肚子包围了，
道撞过去了。飞是敌人。对，我就撞我开枪的。OK， 那就撞。他撞那边。他车子要过来到。我们要下车吗？对对对。哎，这车子要上来，要。师傅，我们要下车吗？车放得下去就好，车子里面比较。好险，没有人要捅。不要打他肚子，不要打他肚子，保持好退一点。好 ，OK， 我等他们的下去。打到他吧，我刚打错人了，我没打到他，我没瞄到啊。啊 ，KO！ 我是刚是怎样扫射一个人吗？没有没有没有，扫射一群人，扫射一群尸体。我